看看新闻网。5月29日，上海国际电影节评委和入围作品名单公布。今年上海国际电影节共收到报名参赛影片1099部，报名参展影片1808部，又一次刷新历史新纪录。11部参赛影片入围金爵奖。而在公布的亚洲新人奖入围影片中，摇滚歌手崔健跨界导演的影片《蓝色骨头》格外引人注目。据悉，第17届上海国际电影节将在6月14日至22日举行，享有亚洲第一红毯的电影节开幕式红毯将迎来近400位中外电影明星，其中包括《绣春刀》《一生一世》《钟馗伏魔》《狼图腾》等剧组，以及吴宇森、姜文、成龙、陈坤、谢霆锋、李冰冰、高圆圆、刘诗诗等国内明星和数位重量级国际明星。看看新闻网，王建慧、施玉成，上海报道。